在哪里？我们自己在渔人码头啊。那你们今天来干嘛的？我要找雷重要的人。他为什么？怎么了？为什么要找雷？我们已经很久没看见他了。他是我表姐。他现在可能会在哪里？没有头绪吗？不知道他是淡水。好，所以我他跟他男朋友在一起。所以我们要去问路人是吗？还是要有什么计划？现在有什么计划？现在就是准备要问路人说。我认识这个叫梅姨的小姐吗？虽然这没有画面，我已经后置补上去好。好，那就 Let's go 哦 ，Go。来，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同学，同学，问一下哦，有没有看到那个叫？就是这张照片叫邱雷一的这个女生，谁啊？就是你有没有看过她？那我们的表姐，好像有，又好像没有。你刚刚看到她往哪里？她很往那边走。好好好，一群男生。哦，好，就是一群男生嘛，不用讲了。好好好，那我们现在马上去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拜拜拜拜。同学同学。有接那个，就是这边没有航班，然后想问你要就是知道要怎么去那个淡水老街。要走路哎、欸。要走路哦，没有其他方式。没有。找邱雷一之路怎么这么艰辛啊？他走，对，你也在找邱雷一吗？好，那一起走，一起走，我们一起找邱雷一。那、啊、你怎么认识邱雷一？啊，我表姐啊。好好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你在淡水，那你知道我们在哪里吗？你在淡水啊？你在淡水的哪里啊？我们来找我们的表姐啊！找我们找到邱雷一的表姐。然后我们表姐叫 Lorraine。我们找到表姐了。我们现在线索是理发店，我们等一下就去找她。Let's go。那个我们找一整天了都没有找到邱雷一怎么办？怎么办？